娱乐圈总是为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最近这则爆炸性新闻更是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当红演员许凯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并配文终于等到你，韵韵，俨然是宣告了与谭松韵的恋情。一时之间，众多明星好友纷纷留言送上祝福，让粉丝们的心情激动不已。这一对 CP 终于修成正果，果然不负众望。消息传出后，微博瞬间陷入了热潮，许凯发的那张甜蜜的合影引发了大量转发和评论。照片中两人依偎在一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背景是一片美丽的海滩，夕阳的余晖给人一种温暖而浪漫的感觉。配文终于等到你，韵韵更是归纳了无数粉丝的期望，期待已久的爱情终于在这个时刻得到了公开。许凯与谭松韵相识已久，两人在合作的电视剧《你比星光更美丽》中饰演了一对相爱到骨子里的夫妻。对于这对荧幕情侣，粉丝们早就嗅到了恋爱的酸甜气息，剧中两人的互动自然真挚，戏外的默契也让人忍不住怀疑他们之间是否真的有着不一样的情感。从合作之初到现在，这对 CP 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甜蜜的瞬间，无论是剧中的深情对视，还是幕后花絮中的默契互动，两人的感情早已随着剧情的发展深入人心。每一次发布会，每一场直播，粉丝们都在翘首以盼，期望他们能早日走到一起。而如今，许凯的这条微博终于如愿地揭开了这个美丽的秘密。看到这条微博后，圈内好友纷纷赶来送上祝福。作为谭松韵的好闺蜜，杨紫在评论区调侃道，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许凯，你要好好珍惜我们家韵韵哦。赵丽颖也紧随其后，笑称，幸福来得太突然，祝你们永远甜蜜。而作为许凯的好兄弟，白敬亭则留言，巨石缝中有玫瑰，终于找到了最好的那一朵，恭喜老哥。粉丝们更是热情高涨，纷纷在评论区刷屏，表达自己的喜悦和祝愿，原来他们是真的。祝福凯凯和韵韵永远幸福，每天都在磕他们的 CP， 今天终于磕到了真糖，幸福到爆，锦心似玉成真了，以后每次再看剧都会更甜蜜。通过这条微博，许凯和谭松韵不仅向大家宣布了他们的恋爱关系，也传递了一份温暖和美好。尽管娱乐圈里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变数，但他们用行动告诉大家，只要真心相待，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守护住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许凯从出道以来一直努力拼搏，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硬朗的外形赢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谭松韵则以其甜美的微笑和扎实的演技成为了观众心中的治愈系女神。他们的相遇和相恋仿佛就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无论是在荧幕里还是生活中，他们都是彼此最好的搭档。其实许凯和谭松韵的恋情早有蛛丝马迹，在多次互动中，两人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彼此的关心和爱意。回顾之前的采访，不难发现他们对彼此的评价总是充满了赞美和欣赏。许凯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松韵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和她合作总是能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而谭松韵也表示，凯凯是一个非常细心和体贴的人，他总是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你最大的支持。如今这对爱侣终于大方地向大家宣告了他们的爱情，粉丝们也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的事业和生活，无论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遇到怎样的挑战，相信只要携手前行，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娱乐圈里，希望每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都能最终实现。许凯和谭松韵的爱情故事或许只是这个大千世界中一个美丽的缩影，但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爱永远值得等待和守护，让我们一起祝福这对幸福的恋人。愿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相依相伴，创造更多甜蜜的回忆。就在大家还在猜测两人是否真的在一起时，许凯突然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与谭松韵的亲密合影，并配文终于等到你，韵韵。照片中的两人笑容满面，眼神中充满了爱意。这条微博一经发布，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随后谭松韵也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写道，是的，我们在一起了。这一举动无疑证实了两人的恋情，也让粉丝们激动不已。得知这一消息后，许多明星好友也纷纷在微博上留言祝福，其中不乏一些知名演员和歌手，如杨幂、邓伦等，
他们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两位好朋友能够找到彼此的幸福，并希望他们能够一直走下去。这些祝福不仅让许凯和谭松韵感到温暖，也让粉丝们更加坚定了对他们的支持。对于这对新晋情侣来说，虽然收获了大量的祝福和支持，但也有一部分粉丝表达了担忧之情。有人认为，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恋情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压力，也有人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们的事业发展。对此，许凯和谭松韵都表示会珍惜这段感情，同时也会继续努力工作，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在许凯发布这条微博后不久，众多明星好友们也纷纷留言送上祝福，他们或是调侃，或是感动，但都表达了对这对新情侣的美好祝愿。其中，与许凯合作过多次的演员白鹿留言道，终于等到你们官宣了，太感动了，希望你们能一直幸福下去。而谭松韵的好友宋茜则调侃道，韵韵啊，你可要好好珍惜我们家许凯哦，他可是个宝藏男孩呢。此外，还有张彬彬、虞书欣、吴谨言等众多明星好友也纷纷留言送上祝福，他们的留言不仅让网友们感受到了娱乐圈的深厚友情，也让大家更加期待这对新情侣未来的甜蜜发展。据知情人士透露，两人在拍摄期间就已经对彼此产生了深深的好感，但由于工作繁忙和舆论压力等原因，他们一直都没有公开这段恋情。直到最近，两人才终于决定勇敢地站出来，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爱情。对于许凯和谭松韵的恋情公开，粉丝们的反应也是异常热烈，他们纷纷在两人的微博下留言送上祝福，并表达了对这对新情侣的期待和支持。有的粉丝表示，终于等到你们在一起了，希望你们能一直幸福下去，永远支持你们。有的则感慨，看到你们这么甜蜜，我也感到很幸福，希望你们能一直这样相爱相守。此外，还有不少粉丝表示期待两人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合作，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作品。他们的留言不仅让网友们感受到了粉丝们的热情和真诚，也让大家更加期待这对新情侣未来的甜蜜发展。自从公开恋情后，许凯和谭松韵的甜蜜日常也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经常在微博上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和恋爱故事，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和甜蜜氛围。在微博上，两人经常互相点赞、留言互动，他们分享彼此的工作日常、生活趣事以及彼此之间的甜蜜瞬间。这些甜蜜的互动不仅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他们未来的甜蜜发展。此外，两人还经常在私下里互相扶持，共同成长。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和节目，为彼此加油打气。在工作中，他们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演水平。这种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的精神，不仅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也让他们的演艺事业更加蒸蒸日上。在娱乐圈这个充满舆论压力的世界里，许凯和谭松韵的恋情公开无疑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媒体和网友的各种猜测和质疑，还要承受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压力。然而，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许凯和谭松韵却选择了勇敢地站出来守护自己的爱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彼此之间的真爱和坚定信念，也赢得了众多粉丝和网友的支持和祝福。在接受采访时，许凯表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也很幸福，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和支持。而谭松韵也表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因为相爱，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我们会一直珍惜彼此的感情，也会一直努力地走下去。对于许凯和谭松韵的未来，粉丝们无疑充满了期待和祝福，他们希望这对新情侣能够继续甜蜜地走下去，为大家带来更多美好的瞬间和作品。在演艺事业上，许凯和谭松韵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和实力，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一定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而在感情上，许凯和谭松韵也一定会继续珍惜彼此的感情，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考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真爱无敌，也让我们更加相信爱情的力量和美好。许凯和谭松韵的恋爱公开无疑给娱乐圈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真爱无敌，也让我们更加相信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对新情侣能够继续甜蜜地走下去，为大家带来更多美好的瞬间和作品吧。许凯从出道以来一直努力拼搏，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硬朗的外形赢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谭松韵则以其甜美的微笑和扎实的演技成为了观众心中的治愈系女神。他们的相遇和相恋仿佛就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无论是在荧幕里还是生活中，他们都是彼此最好的搭档。其实许凯和谭松韵的恋情早有蛛丝马迹，在多次互动中，两人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彼此的关心和爱意。回顾之前的采访，不难发现他们对彼此的评价总是充满了赞美和欣赏。许凯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松韵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和她合作总是能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而谭松韵也表示，凯凯是一个非常细心和体贴的人，他总是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你最大的支持。如今这对爱侣终于大方地向大家宣告了他们的爱情，粉丝们也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的事业和生活，无论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遇到怎样的挑战，相信只要携手前行，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娱乐圈里，希望每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都能最终实现。许凯和谭松韵的爱情故事或许只是这个大千世界中一个美丽的缩影，但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爱永远值得等待和守护。让我们一起祝福这对幸福的恋人，愿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相依相伴，创造更多甜蜜的回忆。